仔细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。好了，来赶紧进来。The next day， 最近好像很爱唱歌哎，在一些尾牙都来唱歌，他怎么能够来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？把我们的柯市长找的美好又不会走音，也不会进声的戏好吗？哇！桃园的给市长鼓掌。东南亚诈骗，我等下会被活摘器官吗？
哦，难怪柯文哲要出来。是因为这样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对，说到柯文哲，我们先来处理一个，完全跑错棚了吧？黄靖颖，各位看他这身服装，你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？你们搞错场合啊？你穿的还真奇怪。今天是延上的，并不是柯府与王府的婚礼耶。好，那一切都还难说哦。百灵果的凯莉，今天真的非常期待凯莉的表现，因为凯莉是一个非常有职业道德的喜剧演员，她每次上台前都会喝个烂醉，然后把小抄写在手上。今天有没有？今天有哎，看真的有啊！好，哎，你看。他果然一辈子只能靠写手，那靠写手就算了，其实小事啊。我真正受不了的是怪写手，每次凯莉讲话不好笑，也就是每次凯莉讲话，他就会开始在那边讲说什么，哦，这条好烂啊，这谁谁谁写的，反正东扯西扯，东怪西怪，他都不用检讨啊，难怪别人以为你民进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个刚才有提到的不知名的侧翼吴峥来到现场。吴峥，我真的讲不出他做过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讲不出来，我只讲得出他做没有做到的事情。他大学没有念完，他选举选不上，他连赖品妤也没有留住。那我想问你，哎，你们三个人为什么只有赖品妤加入民进党？因为吴峥才是最绿的。你的鼻子到底为什么那么高啊？是因为一直被民进党牵着鼻子走吗？剩下一位要讲的啦，这全台湾喜剧啊，唯一可以跟我并驾齐驱的，王世坚要出场了，各位。那如果要了解王世坚的怪，你必须先深入他的内战。各位勇猛的战士们，准备出场啦！上路吧！之前呢，一直有人说蓝绿都是垃圾，让议员心中不是那么的愉快，所以他今天特别准备了这把琴。他说他自己要废物利用。那这把琴可不可以告诉大家是什么材质做成的？废玻璃、塑胶瓶、漂流木，反正都是废物做的。就是王浩宇做的。简单来讲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今天非常开心，因为你看议员一坐下去，整个舞台都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变丑陋许多。王老先生啊，我们上个礼拜见面的时候，你头发没有这么少吧？对，王世坚现在头发掉的速度比民进党的支持度还快。王世坚的脸啊，比民进党去年的表现还要烂啊。这台北市的市容会这么丑，有一半是因为他的海报。到底是几岁拍的？30年前的东西不要再用了，好不好？你不是合适 ，OK？ 但其实大家知道，民进党是有分派系，挺苏贞昌的叫做苏系，挺蔡英文的会叫英系。你们知道挺王世坚的叫什么吗？民进党没有这种人。真的、啊，我们真的都问过一轮了，没有人愿意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怎么会沦落到要邀请吴峥呢？真的很苦恼。我们原本想说，哎、欸，是不是要邀请吴孟孟来啊，陪王世坚，这样他就不是唯一一个下海的。那差别是王世坚跳海比较有人想要看，对不对？因为吴孟孟下海只有下面湿，可是王世坚下海全身湿。但这个海的男子王世坚，你们知道他跳过4次海吗？4次，他如果出传记的话，真的可以叫老人与海。可他这个跳海不是随便乱跳，都是为了实现一些承诺，对不对？一诺千金，
沉浸至上，是不是这样议员？是。对对对。有点迟疑哈、哦，一诺千金，沉浸至上。你这句话留着对你老婆讲好不好？你说你是科学家，我是弓箭队长。我以前都以为嗡嗡嗡是我们认真工作的声音，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你大声咨询的回信。没想到。好了，现在有一段时间我暂时不会再被你看到，不过你即使烧成了白骨，我还是会认识你，但你本来就是绿皮白骨。等到有一天你被民进党开除的时候，请来参加民众。柯文哲先生，你是否愿意无论疾病健康，无论贫穷富有，都一生一世爱护守护着王世坚先生？哎，勉强同意了。现在议会哦，每次都是你送我礼物，这一次我自己要主动要求一个礼物，2024总统投我一票。